碾碎，浑身恶臭的敌人，双目失明，根本我会骗你吗？ 全军出击！哇，他居然带着扫描，亏了！没注意看，我早知道他扫描，我不放了。 确实有点卡呀，这电信区始终还是玩不太了啊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这蓝枪打妖精其实挺膈应，你知道吗？踩。 他老推线的话就很烦。看到我很意外吗？不过他已经没药了。 我这边有分身，你不死了吗，兄弟？啊，我有小饼干啊！正合我意。哎呀，炮车线啊！我靠，挺烦人呐。 练住，吃饼干，打死他！嘿嘿，老螳螂，直接法穿海。 不行啊，法穿海有点精神病啊。这样吧，那法穿海没啥虚区呀、啊。经典的误导。我踩链儿。 回来，耐心点儿，赵老师。链儿，定点，扣彩。
螳螂在我右边好像。你可以抽地，哎呦我操，踩回来哟，不过没关系，小心点，他有意义啊。不过我们马上升六了，谁都别想逃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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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哪来个螳螂？那个翼怎么飞了呢？只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打不了我，谁乱配置了？这么猛，乱配置了。Shut down。接下来干嘛？打残了，但是没打死。哎，瞄眼吧，他为啥不走啊？哎呀，没踩到，可恶。上当了。耐心点，召唤师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装备出错了，咋办啊？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人家回回玩蓝枪吧，就没个人敢可能是。我不知道那人搁哪去呢。我没办法踩现在。看到我很意外吗？死不了，没事。565，不行，先出个护臂吧。
我没死，还行，1000块钱可以接受。我直接出个沙漏吧。你说人家在那推塔呢，你不去守塔去，你跑去打野去，这个笨猪一样。哎呀，经典的误导。干嘛？你有精神病是吧？你说你老去上路干嘛去呢？你不能往中走一波吗，大哥？我中路是欠过你钱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发现，那上路就这样式的，还帮。往中走一下能死。还用 R 抢人头，哎呦我操，往下走嘞，往下走啊，炸死了，那怎么整？这可怎么整？他有个露露。下回不行，我把露露办了吧。省着人家有露露老铁嘞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辅助怎么就这么狠，就人家有露露永远就是直接就能铁得来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知道因为什么。把露露办了吧，那石头人我不办了。看了他妈这13分钟杀了16个，天，接下来干嘛？没有助攻，中路收兵吧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怎么还追没完了呢？没有眼儿吧？
有个哥们还跟我说，这妖精要是先出沙漏就废了。你说这种情况怎么不先出沙漏？你说这种情况不出沙漏不是等死呢吗？秒人又秒不掉，人家打你又贼疼。不就完了吗？你看看有没有队友啊？不行，打不死，守也守不住，这英雄清线还不行。那有露露，那多尔比也打不死，一直个套盾根本就打不死。我们这还是刺客英雄，还不是那种爆持续伤害 AP， 很难打。下一把，这把打野要能来帮我点儿还行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家那螳螂。